人嘛，不是树，人有两头根，一头在老先人手里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，我们后人到那儿呢，那儿也就能栽扎根。我不去，我就不去，说啥都不去。你年纪轻，从容瓜到，俺编的好啊。 说的俺顺口子很，我是有杀孽，一见风杀孽，那话流的人受不了。再起，我这把人都吃了。俺狗蛋都咬的嘛！哎呀，我一回来就偷酸水。那你吃了死了吐上这。我的，我在这儿，最多是吃黄土，土比啥子稀啊？我还好消化一点。你给滚！开会了！上面为啥要给咱告这个刁装移民？ 就是没楼，条件艰苦，不以生存的村庄，优先搬迁到玉泉营外边的大平原上。实事求是的说，现在这个地方的条件确实比较艰苦，过不了几年，那儿就能变成咱们塞上江南了。明明是全人家去过好日子嘛，咋这么难呢？泡脸，咱俩跑脸，泡脸，谁管人跑了？ 在用泉村的女子，命令他们女眷到西。你是要找我回去？啊！你站住！我坐呀！快来人呐！啊！跑出大山想搏命，咋都不如几个娃娃有魄力，有奔头，那都不算苦。我的生活里只有大山和黄土。全家照你带上吧。 其实人生和溪水一样，以后等我赚大钱了，我就带我的古籍、商海去北疆，那能治好我姑的病？只有汇成大河，奋力的把山劈开，把土划破，才有希望奔向大海。让更多的西海姑的贫困户都搬到咱这儿。二哥，跑啥去吧？跑近路，你要不？对他的，对他的。 我们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，是为了搭上一地扶贫这一班车。挣这么多钱？三四五，别光说完，行，我都说错了。头有点晕。那我们玉泉未来的发展就不得了了。未来，我明儿咱们找个地方考。 这是涌泉村最后一次开喇叭，下一次就到闽宁镇了。